随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，克罗地亚2-1淘汰英格兰，世界杯的赛程已经接近尾声，只剩下冠亚军和3-4名的争夺。五大联赛豪门中，大部分球员都已经归队训练，只有部分国脚还活跃于世界杯赛场上。但就在英格兰被淘汰之后，阿森纳成了唯一没有决赛参赛球员的豪门，其中皇马、巴萨、马竞、巴黎都剩余3名国脚，是所有豪门中最多的。以下是各豪门没有被淘汰的球员和入选世界杯的球员名单：阿森纳皇马瓦拉内法国，莫德里奇克罗地亚，科瓦契奇克罗地亚，巴萨登贝莱法国，乌姆蒂蒂法国，拉基蒂奇克罗地亚，巴黎姆巴佩法国，金彭贝法国，阿雷奥拉法国，拜仁托利索法国，利物浦洛夫伦克罗地亚，马竞格列兹曼法国，卢卡斯埃尔南德斯法国，福尔萨利科克罗地亚，曼城门迪法国，曼联博格巴法国，切尔西坎特法国，吉鲁法国，热刺洛里法国，尤文图斯马图伊迪法国，曼朱基奇克罗地亚，